脚下变大。这是的，不是这啥意思？是要上高速吗？那咱们这小车配吗？配上高速就别怼得我脸拍，远一点，你走开，从那边拍。啊，我感觉咱俩不就是不配高速呢？开始开始，对呀、啊。咱这小车配高速，哈拉哈达收费站。狼哥，狼哥，我这车能上高速吗？这个不是高速。哦，收到收到，吓我一跳。吓一跳啊！我们终于到了修理厂福克汽车维修服务中心。要老命了、啊！要我们的老命。三十码、二十码、四十码的跑。就不敢加速，我的变速箱坏了，然后现在他在检测，看看出了什么问题，查一下吧。然后直播间，正好我当时是在直播，然后有人提醒我说，哎，杨儿，你那车的那声音不太对劲儿，然后我就也听了一下，听了一下，跟狼哥马上就汇报一下。狼哥检测完之后就确实不太好，而且带不起速度，油门踩满了都带不动，所以就那个就咨询了一下，我们先到修车厂来看一下。哦，狼哥说正好这两天呢，天三是有活动的，如果我要修车花的时间比较久的话呢，正好也可以在这里逗留一下，看一下活动。你们可以看一下我那个车子发出来的声音，你听是正常好不好啊？正常不可能是好的，你开一圈试。对，4000转以上就是干不动了。这声也不对呀，声也不对，这声肯定是不对。能买东西吗？给我什么？我们看一下他在检测。打滑漏气儿，是不是啥人睡了呀？这排管堵的声，实实的。一会儿他回来我问问。那如果是那个问题，是不是轻松一点啊？不是啥人堵了。啊，刚才我这离轴我听着了。刚才我试了车没听出来，刚才离这一开。我听这车一点油门给不上来，这不像好像排管堵了似的。啊，这个问题小不大。要如果是排管堵了的小问题，但那天有点像打滑似的，先试试吧。但这样好像没啥问题的，我这么看。好像有点像排。你儿子也冷，然后我拿小被单给他盖上了。他盖了一个床，三元坏了，三元坏了，这边那三元碎了，我那咋整啊？这就是小，这就是小问题啊，这不用好几千了呀。你们看我的笑就，我不能先笑，万一一会儿又是大问题了，我不能笑。不，因为问题不大不了，那会儿你开的时候没听着，但是他一开我一听我就笑白了。我不能太猖狂，我要低调一点。有没有不花好几千的话，我就要低调一点。三元也挺贵，三元多贵呀、啊？这车三元能值多少钱？几百块钱呢？没事，这三元店拆了，你修个车你还能挣钱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不是，我不能笑，待会儿检查出来是大问题了，我不行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低调低调。三元杯比离合器坏好多了，不能笑，离合器好几千呢。应该一会儿就完事儿，把那个三元拆了，刷刷土。但是你肯定你还得安上人，人家没了，没钱了。耶、yeah, 不是。别嘴乐半天，没么开乐。嗯、啊。
虚惊一场，那能不开心吗？不认识。就这个，你累的，这头都没上去。这个，你这个都还好吗？这个我给你检查检查。你检查检查。哎，这块咋了，兄弟？嗯。这个有病吗？没有。别了。他，你这要回家吃饭去了吗？没，嗯。啊？我也不着急。嗯，这大哥加班不帮我们干活了。我们都在车里边睡。凉快啊！我们是露营的，省钱，穷游。真的，你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。天两天的事儿了。越来越门堵越狠。本来这个山园变成厨房了。啊，圆了，你看里边，你能看着这里边已经圆了啊，看变成球了，不是一天的事儿啊。那我不懂啊，没人教我。哎，估计那天你给门花花。等会儿你说。它是这个东西是个圆柱形的，圆的，然后柱形的，你现在变成一个球了，那边变成一个球了，可能这个不定就今天哪一下就把你吻磨成那个球的地方。原本可能是啊，这球面是正好那眼儿冲着你那个排气那边，它就是通气。然后你今儿不定怎么一嘟上，还、哎、球横过来了，叭堵着那个口那儿了，那你就出不去，出不去了。妈年太年小年年纪的，俩都小孩啊，玩啊。看我们家哥哥找着伙伴了，我是待不住了。俩人玩，你看着这个现在这个哥哥跟他玩咋玩了没有？就当时小黑跟哥哥咋玩一顿玩的。那家伙那小黑给哥哥舔的满脑子哈喇。他还跟着。他不醉了。那时候也是，哥哥也是追小黑。喜欢的不得了，哥哥，轻点哥哥啊，他疼。还是会有一点滋啦滋啦的声音。怎么回事啊？他在动吗？这边儿哪儿有点打滑啊？你不走了我？打滑了吧？嗯。这身体好了，原来肯定得好点。不行，我给人打滑。你能笑话吗？能往前开吗？现在往前开。慢点能游开，嗯。你急加油肯定不会走了，急加油肯定。能打滑不把这钢片划坏了？他还一附近也人，已经也差不多了。你得换这钢片啊，这种痛。那你拆开看看，不拆钢啊，链条啊。你说他这个是沉重那个钢链不足，可能是会造成的。你说有滑体有可能是不行了。本身是必须得换滑体。你就换完钢带跟换完活塞，那必须滑腿必须得换。我操，这一套下来得钱了吧？嗯。那套多少钱？就算自己人吧，也得2000吧，2000多吧，那不算别的啊，就件钱。多少能修啊？这肯定得修，这不能走。你进件呗。那得明天打开看什么问题、啊。得打开之后发呀，是吧？从沈阳发。对。沈阳发它是。从沈阳或者是北京。完是。沈阳。快递还是咋的？往高速货站啊，货站你要出沈阳往这儿抓，我这得2000多。反正他这个应该什么？现在修，现在走不了了。你刚试了？我要告诉你走不了，你肯定走不了，你不用试了。嗯。今天咱们是先呼噜先在这住着呢，先住啊，就不用把帐篷搭那块儿，明天你不用把车开着，咱在这儿等两天呗。先开，今天先开，明天再开回来吧。嗯。今天晚上凑合着找地儿露营，车晾凉了，待会儿我现在走不了，就不知道。这块有露营地方吗？哎，有一个。没有公园吗？你刚刚不是开的洞吗？那个叫。开洞它是凉水，它要热起来肯定。离这儿有2公里。哪儿啊？